听得到吗？你们说一定会有。这样听得到吗？会有。刚没有声音，可以了。我刚刚好像是接了个电话，然后就听不到了。这是什么？我第一次见。嗯，可以了是吧？是哪来的呀？谢谢奶茶。Hello。你们没有吗？Hello。我第一次见。谢谢一只大橙子送的一个夜蝶，谢谢你。谢谢你。晚上好。好可爱，我那可爱。Hello。嗨，我过年会回去，可能会回老家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穿了睡衣，很疲惫。这个好像没有，主要能拥有的吧。这个是什么活动的吧？不眠之夜，我就是穿这个跳的。是吗？应援服看了。我好喜欢那个毛毯。很喜欢毛毯，手机壳我也Hello 呀，晚上好。我有点近视，你们不介意我蠢吗？谢谢奶茶。不蠢就好。很睿智。你是在骂我吗？我跟你们说，睫毛长的坏处就是一直会进眼睛。我终于能远点看你们的弹幕了。觉得很难受。太近视了。是我的睫毛又近。很智慧。开玩笑的，夸我。刚录了两个舞，算是我那个放假之前的最后两个作业的完成了。现在谢谢曲直的一个奶茶，这是旧的那幅，新的那幅已经做出来了，准备去拿。眼睛最近也还是老样子，就是感觉去医院看吧，他也没有给我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感觉该是啥样还是啥样。有坚持 DL 水吗？完了，我的充电器还好吧？我都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谢谢叫的一个奶茶。谢谢李逵送的叶。还好。谢谢你的一箱樱桃。谢谢12的一个巧克力。谢谢。我不热，我还在喝冰的。我给你们看，我在喝。哦，我要喝奶茶。西瓜汁，自己拿。你在哪里啊？这。谢谢犬次郎的奶茶。谢谢下雨天的你和我的一个夜蝶，谢谢你。我的好大瓶啊。对，我一直喝冰的，我干什么都喝冰的，我随时都，我平时不太会喝热的东西。谢谢叫的奶茶。傻瓜是哪个呀？有这首歌吗？傻瓜是哪个？25就结了。谁的歌？西瓜又不伤胃。西瓜哪里伤胃了？昨天喝热的奶茶，对，所以今天才要喝冷的吗？冰的伤胃吗？哎，我真的看哦，西瓜是凉的，原来是这样。开关走火入魔了，我已经
跟你说我昨天梦到了什么。好吧，我昨天那我少喝一点。我在公交我喝可乐遇到了色狼，然后我还记得我报警了，我是不是看开端走火入魔了？我还很生气。我觉得劫狱者很漂亮，因为他过来搂我那个色狼，然后我就很生气。我没喝冰的，我喝的常温的，常温偏凉的那种。漂亮。没有，我在说我做的梦。昨天我觉得我做女人挺好看的，他们老笑我，他们老是笑我。不是，我每次一穿裙子大家就开始笑。哼，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夸我。土豆好像一个人，土豆真的很像一个人。他昨天你快讲讲土豆睡觉的事迹，绝了。土豆他像一个人一样，他的头睡在了我的枕头上，就是他睡在我旁边，他的头睡在枕头上，然后他身子在我的被窝里，就是跟我一样睡姿，你们知道吗？谢谢橘子煲仔饭的奶茶，就跟我一样并排并的躺着。而且我翻了个身，我觉得我像有点精神分裂那种感觉。我翻了个一会儿难一会儿，谢谢叫的奶茶。翻到这边他又跟土豆翻到那边，不是他不是不跟我睡，是我不想跟他睡。那土豆你快去跟宁珂睡吧。谢谢口播的一个奶茶，放过我。怕没人？不会的，哪缺瓜呢？怎么会缺瓜呢？这么快就厌倦了？太粘人了。没有，我只是不喜欢被粘。土豆快去粘他不会粘我的。快点放过我。谢谢爹山的一个巧克力，虽然不知道你那前面怎么读。我当花没有人给我跳瓜，就是很奇怪。而且我出道到现在所有的双人曲都没有，除了上次跟小鹏的婚蜜泰那一次之外，再也没有跳过女围。就哪怕是之前在优唐的时候，我跳那个双人曲也是跳的男位。我也不知道是身高的问题还是什么，可能是身高吧。他点的不是分手快乐吗？我刚刚也以为这个灯坏了。不是，我跟张日言，是我们的。没有没有，那个是我的 solo， 我只是请他当一下我的工具人，不算双人曲。北八新人想跟我连麦，可以啊，随便连。那个不算了，要那种两个人都有分词的那种才算双人曲。谢谢狮子狗的奶茶。找李慧当瓜，你看配吗？我在直播。那你给我把衣服找一下。你看看好磕吗？现在吗？啊，我等会儿吧。他现在想试小马跳男位。我上次也是想让小马跳男位，然后对我们俩都在直播。然后后来变成了就是两个男人。好烦，我又要看衣服。我真的很努力在变滑，很努力滑，但是大家还是觉得我俩今天好娇羞的靠着妈妈。对，很娇羞。菌菇啊，你说菌菇那么帅对吧，他一唱歌，我此生再也不，再加上我这声音，我一唱歌，我说我再也不想找衣服了。我俩跳双人曲，人家问我俩是不是男女因为跳反了。他为什么现在这样
找一下哈。以为我俩那个姻缘搞错了。他不知道跟菌菇跳会什么样，下次约菌菇跳一波那个曼陀罗。上次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跟谁跳曼陀罗很比较搭，他们就说要那种硬邦邦的人，然后我说那菌菇吗？菌菇比较搭吗？但是很难想象，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不是没有能 hold 住我的瓜，是我不够娇羞。就是你要足够娇羞，你知道吗？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跳女位可以跳得很强势，但是跳男位那个人可以很弱势，这样也蛮搭的。嗯，就是得找一个非常虚的瓜。哎呀，我真的好难找呀！他一定要圣诞药吗？嗯，那我来找。Popping 版曼陀罗是魔鬼吧？他们不知道在哪，我太乱了，我好乱呀！我现在非常乱。要比我虚很多，虽然我也挺虚的。你洗完澡了？我还没有，在排练。你怎么还没排完？排完了，只是在那。哎，我真有点找不到了。对，我眼镜找回来了。老刘都让我跳他的管。青总虚。青玉文看着就不虚，没有呀，我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呀，我上次看完就没跑哪去了。哦，是这个小鹏巨瘦无比，然后我都很难穿我的衣服呢。小鹏每次就是用他的微笑来破坏气氛，很想打他。小卢，你们不觉得跟小卢跳像在犯罪吗？像在犯罪。嗯，小卢，对，你不觉得他很像一个未成年吗？认识吗？认识，不是那个吗？啊，那个。还是小马吧，小马好。来哦。两岁，拜拜，你好了叫我。小马还好了，小马长大了。Hello， 我又回来了，去处理了点事情。我跟小卢谁大？我大。我用他学生证，没有他学生证，我一样，反正我也不怎么吃海底捞，我很少吃，偶尔才吃一下。不用学生证也没有关系。谢谢奶茶。我们还好吧？傻瓜！我跟小马在花这个方面内卷，怎么个内卷法呢？骂我！不然我一打开傻瓜。小马其实，我觉得他当花挺好看的。就是小马，我觉得他很特别，他气质很特别。今天扭的不错，是吧？门口看到了，对，今天人非常多。没看到我遁形了。我可不是傻瓜，不是你们，那你们是什么傻圈？嘴角。
口红。那我也要傻圈。我拿遮瑕遮一下。就是这样扯平。鄱阳什么瓜？我终究是败给了不够娇羞上，我 MC 都没说几句话，怎么就败了呢？我觉得我今天 MC 在划水，不过主要他们像在上面演小品，我觉得太流畅了，就是很流畅，你知道吗？丹娜介绍的，我真的是被迫卖艺啊！我本来想不要 Q 我，加翻车，我加太容易翻车了，很吓人。对，前辈们都很高，但是没有办法，你那个时候大家都挺放得开的，你只能说配合一下。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对，就是要跟着节奏来。其实我的话不想演，因为我是一个放不开的人，我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人，就有点违背我的天性。我每一句话都是爆点，有吗？我也有点。可是十二期大前辈，就现在那种比较流行。主要是好久没有讲 MC 了，进圈之前不能有包袱，为什么？对，全场第三大前辈。小贝真的快笑死我了，你知道他就站我旁边那个冲击里，他在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我不行了已经。那不太知道这个梗，真的很好笑。我没感冒，我就是这个声音。我是小后辈，但是我的心很老。你知道为什么我心老吗？就我其实才二十出头嘛，但我总是觉得自己已经三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某位粉丝被切了特写，为什么？我倒也不是说心理成熟什么的，我只是会自然而然把自己当成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就起码二九三十了这种感觉。那我可要看看录播了，71，挺好的，不入团就能上台，多赚。反着装是吧？真的有人会骂别人傻瓜吗？现在都我一直觉得人
他的心理要跟自己的年龄匹配会比较好。现在都不流行嘛，就是你不能一个40岁的人拥有着20岁的心理年龄，也不能一个20岁的人拥有着40岁的心理年龄，因为那样你的人生就很无趣。过于早熟的人生很无趣。因为你会丧失很多欢乐，一些只有年轻的时候才体会得到的一些感受。所以就是说最好是明天，最好就是你，我跟你讲，我是年龄跟你的那个相匹配最好。明天早上起来收东西吗？我今天好懒。收东西吗？是吗？我在想我是收个东西再去找青云文呢，还是先找青云文再回来收东西。对，你太早懂了你就无趣，人生好难呀。不过你也可以懂了之后自己找点乐子，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先找他的话，那我就得很晚回来收东西。今天看起来很好玩。你们不交门票就要耍我。那我也没什么东西收啊，我家里有。点了什么外卖？点了海底捞小火锅，谢谢贾家的奶茶。我收东西巨快。交了就能耍吗？我看心情吧，看我心情。你求求我，我说不定就让你吧。谢谢既来不吃辣的玫瑰花。回家几号还不确定，反正随时跟你们保持联系。 我即使春节我也不会消失，不然我回家我也会天天有很多话说。怎么把麦？你看我对你们多好。我还没有买红酒，因为我要春晚。这东西我不看啊，就是没有什么兴趣。你们会看春晚吗？直播骑猪，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那头猪还在不在。我不太会看，因为找不到乐子。当 BGM， 对，会当 BGM， 然后在那吃或者打麻将。我一定要学会打麻将，倒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每年过年就是一个麻将桌，亲戚多，然后就四个席位，有点难抢。但是我一定要把我连中两年奖这件事告诉我妈，这样他一定会让我帮他抽牌，然后他就会分一点钱给我。对，他们老说我不配当四川人，就是。姐姐，我手机是不是落你房间了？没有啊，有吗？就是你刚刚有，你不打麻将，你不配当四川人。我在人家房间找半天，哪个床？就宁康床上。哦，无语，我才对自己无语了。我要在那找。哇，谢谢陈娟姐你的业绩，谢谢。谢谢你。又不打麻将，又不吃肥肠。说我。他这是什么人设？四川话也讲得不好。然后就，我跟小马约了，我们要是回去过年，要约到一起。他说他要带我去他们村骑猪扎粪坑，他说他们家有两头，我说我们家有三头。每个人叫的。其实我们家巅峰时期有五头。就是一听他这个声调，我就知道是他，因为是甜甜，别人都是甜甜。
没有，这是他的乐趣，不是我的乐趣。我觉得他肯定不会真的炸。我现在好像一只狗。下次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谢谢。真的好像一只狗。谢谢，谢谢我的这个我这个那个睡衣的这个头像一只狗包的那个狗的头包住了我的头的感觉。大年初一的直播，我什么时候好像狗啊？真的吗？大年初一的直播啊？可大。谢谢大北极熊送的一个权杖，谢谢，祝你越变越漂亮。那是什么东西？我小时候很怕粪坑，我都绕开十几米远走。对你让它喵它就不喵，然后你不理它它就开始喵。不理你。土豆在叫。土豆特别嗲的声音。你要干嘛？你又要上来？不准。我今天跳完重生计划，我就像没有动过一样。大哥，我想坐我腿上。一点都不累。然后我又回忆了一下我跳幻境跳完的感受，然后我说我好爱重生计划。真的，幻境跳完是死一样的感受。对，真的，幻境每次跳完，你知道下班的时候每个人的感觉就是虚脱，就感觉重生计划真的哇很折磨。重生计划跳完就跟就是玩了一下午差不多那种感觉。我之前跳重生计划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累。重生计划不累。但我现在不觉得累了，因为我体力已经锻炼上了。嗯。我就希望哪天我跳幻境能不累，那我蛮顶的。我过年一定要在家健身，不然我跳不动幻境。真的。还好，我现在跳那个火柴梗不是特别累了。而且我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体力还挺好的，就是跳完火柴梗不是大家都倒了吗？我其实可以不倒的，但是我看大家都倒了，我觉得我不倒有点不礼貌。那你会睡得着吗？我的声音会让你睡着吗？然后我就倒了，而且我怕被骂划水。我说他们肯定要说，你，人家都跳倒了，你为什么不跳倒？虽然很有病，就这种想法非常有病，但是一定有人会这么想。我有时候太在意这种奇怪的东西，然后我就顺便倒了一下，这样没有人说我。大家还会觉得我很辛苦，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么累。不过有一次是真的累，有一次是可能是我胃不好，那次是挺难受的。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我没有看到。哦，腹肌。今天的重生计划超棒，嗯，我也觉得重生计划超棒。腹肌。对，其实我会练，就有一次特别难受，其他还好。我觉得我会越跳越不累。瘦没了，就是一直不练。今天的裙子很棒，是吧？我到时候会拍照的。很想。田淑丽，说到做到，做到说到。很喜欢当女人。田淑丽。土豆准备交给小鹏跟油淼带一下，因为去宠物店寄养好像不是很方便。
然后好像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很好。这怎么就过年了呢？嗯，节育者很美是吗？我那衣服有点小，不是很合身。他们不回我的进步。对，但是换季虽然累，但是你学会了之后你整个人就进步了，真的是这样。我这个莫名其妙的刘海，土豆他们三个会打架吗？我觉得不太会，因为土豆会被他们俩压制住。他们俩像一个阵营，然后土豆自己是一个阵营，然而猫打架基本上都是土豆去挑衅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太会打起来。谢谢小王八的一个夜点，祝你新年行大运，一直在进步。那肯定要进步的嘛，你们也在进步啊，是吧？但是我想想，我过年还有拼图要拼。我确定啊，我上次有把土豆带到他们房间去玩过一次。然后。但我更想拼乐高。土豆就没有攻击他们，一个人缩起来了，他就有点怕。不过我觉得他习惯之后应该还好。现在段璇一直在担心他的布丁。说过年布丁怎么办？好，我说你给说，他说布丁胆子太小了，就什么都怕。我说你把布丁放过来跟土豆待两天，他就什么都不怕。土豆攻击性很强，他对猫攻击性很强。超级兴奋，都有感觉我的进步是吗？你们觉得我哪方面在进步？我就是觉得土豆肯定要欺负布丁，他最喜欢这种身娇体弱的小猫咪了。各方面有吗？可能我一般会先看到自己的不足吧，所以我不太会去想自己进没进步什么的。就看到的其实比较多的是自己的不足。哎，我没有搜到。例如哪些不足？哦，唱歌啊，跳舞啊，然后阅历啊。技术啊，这一类的，很需要进步。很喜欢鬼怪，刚好也是在学校里的时候看。阅历其实就是你的一些经验。就是。我觉得我其实还没有很有经验的一个人，不是很有经验。眼神的交流怎么说？上进心还好，我只是不想摆烂而已。就是我是一个上一秒说我要摆烂，下一秒我开始工作那种人。就是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就是觉得自己摆烂了之后就会失去很多东西。我觉得人就是他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安逸，人没有安全感他就会一直在忙，一直在就是让自己忙起来，或者说给自己找事情做。对，我知道，所以我也没有急，就是什么事情，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顺其自然的。眼神交流，我近视我近视太严重了，然后最近眼睛发炎，所以可能 可能
哦，你说我的眼神没有情感是吗？无情的人。嗯，还有课啊，好想上课啊。想念家。我不知道摆烂的人是什么样的，我很好奇。打游戏。我觉得他们能摆烂应该也是一种实力吧。想念烦死了。然后他是一楼，因为我心态很好的实力。然后我说什么还说。觉得自己活得下去的实力。因为他说。谢谢赚你去民政局的玫瑰。怎么会有人也叫甜甜，而且还用我的技术确实跟不上，以后也跟不上。又叫甜甜，然后又用怎么说呢？只能说自己努力。我的口头禅就是烦死。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团的粉丝其实很宽容。科三年前应该考不了，因为我本来想预约的那天刚好要走。谢谢丹提的奶茶，谢谢舔狗的一个奶茶。叫你好你好，就是我刚说到哪了？甜点。刚说到哪了？一点。王之战神点。被宽容。被甜。科三什么科三？点。我觉得很宽容，可能就是他们觉得我们峡谷荣耀就是条件也有限嘛，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尽力了。谢谢安稳长情的一个玫瑰。短点，为什么直接就无神嘛？我的那个，那我多练练嘛，争取有神一点嘛。其实我已经比之前有神一点了，我感觉还是因为你们去看幻境我最新的一个十六人曲的眼神和我第一场的十六人曲的眼神有区别，因为我每次都会看回放，然后看自己的问题。霸气一点，甜特斯拉战队，特斯拉很霸气吧？看的是泰特斯拉超速战队，光速战队。晚安，早点睡。控台啊，嗯，其实这样就很酷啊，像赛车队啊，好想开。其实我就希望它能切点不一样，我感觉每次我都是同一个地方有镜头，然后就每次拍出来的人都差不多。在喝西瓜汁。尊重舞台，我不要太尊重了。我之前没有站位，学了好多个站位，就一套工也学了好多个站位，就为了当替补能上。顶胯部分球没有，那是我分词，我分词都在顶胯。上次 MC 说了，就很好笑。我镜头是很少，我经常。跳一整首，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换镜的镜头连拍我前面的人的镜头都没有，我本来说还能蹭蹭对吧，蹭蹭前面人的镜头，然后镜头也蹭不了，就是完全一个查无此人。经常一首十六人曲只有我唱分词的时候在拍我，但是唱分词其实没有跳的时候有意思，唱分词我现在都能唱分词，大家不是为了看场子。晚安晚安，早点睡。拼命找我在哪？嗯，对呀、啊。但每次这样就会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上去，就是哪怕没有镜头，也是一个为了一个舞台的完整性嘛。因为十六人曲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看嘛，就这么安慰自己。发财物，汗身上。
没镜头怎么盯着我？没镜头，屏幕前的人都看不到。现场，尽情嘲弄嘛，嘲弄刘尊彦是吗？嘲弄郭仔，我今天叫刘尊彦叫燕燕，然后他们都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挺正常的。我 get 不到他们的笑点，我觉得他们的笑点很神奇。燕燕，大家好。燕燕不好听吗？救命！想来就来嘛。我刚刚去回那个微信，是王毅的微信，你们不会知道我跟王毅聊了什么，太搞笑。燕燕。太搞笑了，多好听！我刚刚对话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我那天去小鹏房间，然后抱小抠，太搞笑了。然后小抠是一个搞笑到我，他们就说除了尤淼跟我，小抠谁都不让抱。谢谢林酱的两个奶茶。哎，就是土才能好玩儿。然后他们就说只有尤淼跟我能抱小空。你们又卡了吗？像什么小爱、小鹏、小杨他们都不让抱。现在卡了。小爱、小鹏、小卢、小杨，我就说，哦，我知道了，小空他不喜欢名字里面带小的人，他喜欢名字里面没有小的人。是网易的，你看尤淼不是小，不能叫他小淼吧？什么什么玩？是吧？小柯小牛不是很奇怪？他就喜欢那种不带小的，小柯宝那是奇怪的东西。救命啊！那我用什手倒西瓜汁，这样还行。找颗宝，我换了自己的宝，这样可以吗？烦死了！我不暴力，我很温柔的。但我觉得我再说第三遍就不搞笑了。戳穿我哪有那么大力气？我很虚的。小抠不喜欢小自卑，我真的很虚。我俩刚认识的，他加了我的微信。对，换了一个，我之前那个差点丢了，我以为丢了就换了一个，结果发现没丢。但我又懒得带回去，我就先这样，什么时候想到带了再带回去。谢谢风扇的一个夜蝶。为什么要问我？谢谢你，祝你新年不再成为一个舔狗。你怎么咬我，土豆？护身符。我会拉奥胡。那我李慧今天她觉得总她有错觉，她这个人很有错觉。她可太有错觉了。你知道吗？她今天穿了个背带裤，甜甜。她今天穿个背带裤，我觉得好玩，我拉了她一下。她说你搞拉拉。然后我就很无语。然后我刚去她房间。给天阳送喝的，然后顺口问了一下李慧呢，然后李慧在里面笑说
你怎么这么关心我？你是不是想我了？你好爱我呀。然后我当时，他真的很有特权。抱起旁边的那个什么，那个猫叫什么来着？得意。干嘛？我用得意缓解了我的尴尬。他这个人很自信。跟你们说，小，那个搞笑的事情，这个就不说了吧，就是想摸就摸了。不好说，有点不太好说，对吧？这是可以想的吗？为什么不能想？主要是说了我的直播间会被封。没有，主要他那么大一个屁股放那儿，就很想摸。不说。你们不要，你们好奇怪，就是很单纯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差不多，方向差。对呀，很单纯的。我能有啥问题？我觉得我是我刚接电话去了。为什么大家到处找？你们听得到吗？会不会听不到？外卖到了，因为我上次接了个电话就听不到。你们看一下，明天他们公演跳的是什么？好好奇。随便摸一下而已。因为我都，而且摸的人其实不是我，是沈小爱，你们不要脏我，我只是想摸，但我没有摸。我只是想了想，我这个人想的比做的多。谢谢，刚变胖的谢谢你。我不像沈小爱，今天沈小爱很过分。主动碰我的心。今天我穿着劫狱者的衣服路过沈小爱，沈小爱，嘿嘿嘿，美女。演什么呀？我燃烧了我自己。然后旁边关斗姐姐在那，你好变态啊，真好变态啊，沈小爱。燃烧。聪聪他跟我要跟我连麦。Hello， 聪聪。嗨，可可。听不到你讲话哎。我要把声音打开，我是不是没开声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到了。啊。我也要听到你讲话，突然没声音了。怎么剪裁呢？哎，怎么没声音了呢？他不想跟你连麦呗。为什么你那边没声音了？他膈应你呗。这是一个非常急需有声音的一个对话。但是膈应你还看不出来。啊，嗯，怎么回事？这个口袋四八，烦了。为什么我听不到啊？是不是需要重新连接一下？就你俩今天没有缘分，所以说。你离麦克风近一点呢。Hello。啊，好了，我主要是我跟你连线，就是想跟你学习一样技能。什
就是我想学习一下夹子音。这个还需要学啊，这个天生就大家都会吧、啊、真的吗？真的，你不信你让你旁边那个人就是展示一下。他就是展示不出来，我才来向高手请教。因为人家天生就是这样讲话，没有办法。我吐了，我想、啊、无语了，我要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夹子音，他对夹子音有误解。那我不是我的问题啊。啊，那我要什么？你就说我的 catchphrase 吧，我也跟你学一下。你就说甜甜的巧克力是谁做的、啊？你看，你看，我来学一下，我来学一下，甜甜的巧克力是谁做的呀？这对吗？宁珂老师，这是夹子音吗？完了，听不到声音了。我这个是盗版，他的都是盗版，都是从我这衍生过去的。好吧。拜拜，下次再跟你讨论这个，实在是听不清。我不想连麦了。烦死了。对呀、啊、我开的扬声器。你不是睡了吗？这个口袋有问题，口袋不行。不能这么说。不然我口袋要被收了。就哪天我要是口袋被收了，我一定是先给大家敲个警钟。卡了吗？我说，谢谢谢谢，晚安晚安，谢谢你夸我。我说，如果哪天我被。口袋被收了，一定是我说了什么会被收的话。只是跟你们先说一下，我怕我有时候这个人比较冲动，你知道吧？谢谢鸽子王变成了狮子狗的一个夜店，祝你新的一年赚大钱。晚安晚安。我刚说口袋不行，然后他就卡，急于验证自己不行。是为了你们能不能稍微别乱说，也是我可以发微博呀。我眼睛好干呀。我这个人比较沉得住气的，我只是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容易收口袋，所以就是我应该不会被收，我还我挺那个啥的，我挺好的，我挺会见机行事的，很聪明一个人。我怎么没有？那个眼睛我看到了链接，我哪好意思？我都变成电音了，那也太过分了吧。有点过分。电音，为什么会电音啊？那我现在就要唱首歌了。我还以为我能唱首歌，卡了。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电音我就不用修音了。好啊好啊，你们好捧场啊。呜呼，台北下的雪，你说那是宝丽龙，其实这首我不太会。你们不会说你们不会是想听夹的宝丽龙吗？我怕吓死你们。我说那是宝丽龙，也淡也的配色也不配黄绿红。叮叮当叮叮当，听到你的手机铃声，我别太紧张，周末加班什么东西。关直播去谢谢就加油点，谢谢荧光棒。面夹子，然后年后就是幻境了，很可怕的夹子。一会儿就睡了。现在还电吗？不电了。今晚不干啥了，今晚已经刚拍了两个视频。啥时候发？应该都挺快的。大舞大队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会有机会。我跟一个人的，那还没有现场好看，现场还是好看一点的，因为你可以全程 focus。耳朵什么耳朵？直播像电台一样。我要开个看看会不会好一点。你也卡吗？对，我刚 WiFi 特别卡。我换了呀，我换了流量了。还也卡？因为我卡。啊、哦，我也换流量了。我换流量不卡。他们说好了。是我们房间 WiFi 真的很烂。嗯嗯，我们房间经常 WiFi 很烂。我们房间 WiFi 太烂。又好了，打王者什么叫460啊？我卡，不知道，好久没有打。家里 WiFi 快吧？哎，不算快。还好，一般王者这种紧急的东西。都会直接开启流量模式。嗯，好像确实没经历过。谢谢小翠送的一个秋天雷。紧急，对，很紧急。排位这个东西就是不想浪费时间在上面，就每把都得赢，输一把就很气。我输一把王者就会气到我三天不打王者，所以我通常一个星期打两把王者。拜拜呀，放假快乐，我也会直播的，我放假也会直播的。对，就是输一把空三天，然后一直在输，因为系统觉得你太强了，因为每一局你都是尽力局，然后系统觉得你很强，他就给你配一群你必须尽力才可能赢的那种队友，打到赢为止。我没有那么多精力打，好像 我可能体力比较差，不会上头。我是一个你越让我输我越要放弃的人。
你越让我赢我越打，因为他这个机制就是你只要今天输了一把，接下来就基本上大概率都在输，而且你会输得很莫名其妙，没有低端局吧。我现在什么段，钻石钻三，掉到钻三了。对，所以就是说你一天赢了之后你就能赢个好几局，连赢好几局，但是你要是今天输了一把，然后你就会一直输一直输。没错，就逼得我很想放弃，但是有时候无聊，就偶尔会觉得无聊的时候会。你真的多少有点碍事。碍事。连败之后必是连跪，那你总得赢一把吧。打到王者就不想往上打，嗯，晚安晚安。因为我觉得我通常不太会就是浪费太多时间在游戏上，而且每打一把我都觉得很累，就是感觉不是在玩，我觉得我是在做任务，完成任务的感觉，就没有那种玩的感觉。现在经常玩比较玩的多的一点是那种无脑弱智小游戏，那种比较合我口味，因为那种就是随时可以停，随时想停就停，不想玩直接退出就好，而且一定要单机，就不用那个跟别人联机的那种，什么消消乐之类的。这种比较符合我现在的爱好。嗯，那种我也打得少。我以前很沉迷游戏，我现在不怎么沉迷了。我现在沉迷吃饭，我现在觉得吃饭在饭中我能得到很多乐趣，没时间，对，也没有什么时间沉迷，挺忙的，就一直都挺忙，然后忙久了就不习惯打游戏了，光吃不长肉，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最近吃挺多的，但是也没胖，就很神奇。我发现一个人该胖的时候怎么都拦不住的，就是有人想胖，就是该胖的时候你吃的少也会胖，然后你该瘦的时候你吃的多也会瘦，所以消化也还好。我最近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思考，我思考的时间比我练习的时间多。嗯，对，我觉得思考消耗也很大。也不是冥想，我倒没有到那种修炼的那种程度，就只是读一些书，然后想想
想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会比较好。嗯，大家都要好好享受生活，不要绝望，绝望的话也没办法，那就绝望吧。因为你知道吗，绝望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就是你说了也没有用，因为每个人他想法都不一样的，他经历的事情不一样的话想的也不一样，所以一般有人悲观有人绝望我都不会劝他别绝望，我就说你绝望着吧，你在那绝望，我在这快乐生活，就你愿意绝望那是你的选择。我有过，就是因为有过所以才会很理解，但是这种东西真的就是要自己想通，就你走不出来的话没人能帮你走出来。我之前有段时间就经常哭，就是走着走着突然就开始哭，然后躺在床上突然开始哭，然后觉得生活没有希望，觉得很就是没有热情，然后什么都不想干，还走神，后来自己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同身受，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的经历不一样嘛，有的人他就会相信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不是很幸运。我经常我小时候交朋友就是交的朋友没有那么值得信任，然后就会让我很失望。然后因为你知道年龄小的小孩子他们是很脆弱的，然后就是失望多了之后，他对朋友这个东西就会开始害怕，就是我小时候会对这个东西就已经开始有抵触了，所以我现在长大了之后会很难很难相信别人。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那个经历不一样，有些人就比较幸运，他可能小时候比如说小一点的时候交的朋友可能长大了也在玩，他们这种就是不会有我的那种体验，所以说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谢谢萨科的20个玫瑰花。就是而且你小时候其实会潜移默化养成你的性格，每个人性格为什么那么不一样，就是你遇到的事情会导致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性格不一样。林科，我跟你说件事。在直播。土豆太聪明了。他干啥？你知道他在干嘛？他在按马桶的那个冲水键。成精了吧？按了会出凉。谢谢瓦斯的5个玫瑰花。它铲屎，你知道猫？你知道猫其实，它们不是便便完都会埋起来的吗？土豆不埋，它就很冠冕堂皇，它有恃无恐，它一点礼貌都没有。但是你拿它没办法，因为它是一只猫。我希望他以后使用人类马桶上厕所，毕竟他能自己冲水。流动的水，我有饮水机呢。多小黑的。
对他就是你知道吗？他觉得自己很厉害。把自己冲下去，就是我其实每次说把猫，就是把土豆寄养在别人家，都不是担心自己家猫会受欺负，我担心它欺负别人，我要赔，你知道吗？就这个担心还不太一样。今天我问甜甜，土豆能跟你回家吗？过年的时候，甜甜说他说不早说，他那个就是有只狗寄养在他们那儿。我第一反应，哦，狗啊，不会被土豆欺负吧？太可怕了，这个猫。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对我凶过。他要是敢凶我，我就凶他。猫能打狗是吗？我会不会跟土豆吵起来？嗯，我会被他烦。就是有时候会被他烦，因为他一直在，有时候一直在说话，然后我就不想理他，我就他很吵，我就说你别说话，然后他就是你越说他别说话了，他叫的越凶，然后你只有不理他的时候他就消停了，他就是你要完全忽视他，他一叫你就无视他。捂嘴，土豆那不是酷，那是无情，会可会摔东西了。他喜欢跑到冰箱上，把冰箱上的东西全都薅下来。而且就是你拿它没有办法，拆家拆，它今天还吃我的鸡翅，它拿那个爪子就摸一摸，然后自己舔。薅东西，但不过它薅东西的时候不多，就不一定能抓拍到。他是偶尔薅东西，挠沙发，还好我们这里没有沙发。猫刺了，但是猫猫真的很可爱，我还是很喜欢猫猫的。晚安晚安。气我不理他，不会的，他很无情的。他就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就是能睡觉、温暖的睡觉的、有吃的、能上厕所的一个、能喝水的一个地方而已，然后把你当成一个，就是寂寞了能陪他睡觉的一个工具人。抱过来，他不让他，土豆。土豆，乖，你不是叫了就过来了，来打个招呼，看前面，看前面，快看看前面，土豆，看前面，哎，对对对，土豆。看前面，就长得真的还是很可爱的。
是吧？每次看他觉得他像一个糯米小团子。哎哎，快，土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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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土豆。你看它无情，你看它尾巴动的。你知道吗？就沈小爱老说我像土豆，我真的不想像他。你踢我！哎哎，你踢得动我？来来来，试试试试，你踢不踢得动我？哎，你还是踢不过我。不要以为自己天下第一，知道吗？你还是有克星的。你踢，我看你踢不踢得动。你把头埋进去也没用，我跟你说。还委屈上了，你头埋这干什么？嗯？你在使劲是吗？你看他踢我，哎，哎，我看你踢不踢得动我。你四条腿抵不过我一条腿，我跟你说。你别伸爪子啊，伸爪子我要打你。它真的很大，看它，你饿什么？你去吧去吧去吧，自己玩去。土豆妈，它其实性格挺好的。我当时选他也是因为他性格好，不然他长这样为什么要选他？不是，没有他，我就觉得他长得也不错，性格也好。对，他现在越来越好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跟着我长的。嗯，它现在是一只高贵气质的土猫。好啊，我要下播去吃饭了，我要下班了，休息去了。祝大家晚上睡个好觉哦，拜拜，谢谢。拜拜，晚安，晚安。